中文冷知识，当一堆外国人学会中文以后。Hey guys, where are you guys from? Huh? Are you from 中文吗？我们都把文理搞完了。我也把文理搞完了吗？你们来自什么地方呢？我来自加拿大。你呢？西班牙。啊，不，意大利。意大利来自哪里？哇，我来自美国的。还是老乡吗？啊，就是老乡，就是。这家味道怎么样？那你家里是什么地方呢？叙利亚。什么味道都有，我们真的是一个老外自助餐的嘛，哥。都回国以后，我们要咋不办？不回国呀、啊？不回国的。你回去干嘛？在中国咋不行吗？真的，看完视频我沉默了，他们中文说的太好了吧？啊，佩服佩服。